我的妈妈是薛丁山，是如果儿童剧团滴珠歌仔戏题材作品，以台湾妈妈努力经营家庭与剧团为主轴，呈现歌仔戏精彩演出，也把歌仔戏团幕后的辛苦生活如实搬上舞台。团长赵自强说，有三条线，有一个母子的关系，然后有歌仔戏剧团的生存，其实也是如果儿童剧团和封神宝宝和台湾所有的剧团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非常辛苦嘛。然后另外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向歌仔戏、向母亲和向台湾本土的文化致敬。歌仔戏就等于台湾，就像我们共同的母亲一样。赵自强表示，他从小就很喜欢歌仔戏，为了酝酿作品，他特别向台湾歌仔戏天团明华园请益。赵自强说，歌仔戏是很迷人的剧种，一出场的装扮唱腔就很抢戏，泼辣充满生命力，因此如何让歌仔戏与现代生活戏融合在一起就成了他最大的挑战。参与我的妈妈是薛丁山演出的明华园第三代小生陈昭贤笑说，整出剧其实就是他从小在明华园生活的写照，剧中团长情绪容易暴怒，影射的就是他的爸爸陈胜福，整出剧可以说是他的成长故事，演来特别有意义。而透过儿童剧的形式吸引小朋友认识歌仔戏，更令他对赵自强的勇敢感到佩服。陈昭贤说，儿童要接触歌仔戏这一块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距离，而且需要做更多的突破才有办法把他们带进来看歌仔戏，所以赵老师可以愿意做这件事情，我跟我妈妈跟爸爸都感觉他已经起笑了。起笑的意思就是伟大的意思。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是真的很荣幸可以加入儿童剧团，首次挑战歌仔戏，在票房上承担不小风险，但赵自强还是相信唯有突破自我才能创造经典。我的妈妈是薛丁山10月15号到23号将在台北城市舞台演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